身边就天天为你教导一些简单的年菜料理。香嫩鸡腿肉表面煎到金黄酥脆，拌炒甜椒和洋葱蘑菇。鸡腿肉切条状备用，烤饼放上蔬菜和鸡肉条卷起来，比较容易碎掉散掉的东西先把它垫在底部，然后比较可以固定着把它放在上面，淋上 cheese 放进烤箱，热腾腾的墨西哥鸡肉卷放上酸奶酱和生菜摆盘，不到20分钟轻松上桌。番茄洋葱切丁，淋上柠檬辣椒酱、番茄酱，调成泰式沙沙酱。另一头热油锅准备炸鱼、面包碎，或者是你有葱什么的就丢下去，让它有冒泡的感觉。丢一片下锅，炸到金黄酥脆，淋上沙沙酱，让人好想咬一口。过年想换西式口味，不少家庭主妇都想挑战看看。大鱼大肉真的很麻烦，就是而且煮很多嘛，然后都吃不完，都会剩。我们就是这两年都是网络购物买回来。大小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接下来就是用沙拉吗？对，然后放在盘子上面。料理经验20多年的西餐主厨陈建柱特地到府教学简单年菜，着重在一些比较容易买得到的，然后比较容易操作，让家庭主妇都容易上手的一些食材。对，然后设备又不用那么繁复。年夜饭不想人挤人，不妨参考主厨配包，吃得轻松也省荷包。东森财经，肖涵、于嘉豪，台北报道。